今天刚刚到了一批世贸茅台。什么是世贸茅台呢？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就是茅台酒厂在一些特定的销售环节上，把这个红胶帽去掉，而有的这个世贸茅台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就是茅台酒厂为了提高这个茅台酒的开瓶率，减少社会的库存。当然了，这个世贸茅台呢的价格呢也是非常极具诱惑力的，它比我们这个正常的戴红胶帽的茅台要优惠不少，是我们企业招待或者个人饮用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因为这个是世贸的茅台，所以我们有些得抽查一下。